神兄子回去两三辈。两神兄去过，两神兄一直去杭镇读书，真是亲人你呢。小弟一直去杭镇放书求养啊，好奇好奇去。
Ah!
当配，早知与兄弟婚配，君在想门外何来？要是两兄亲力亲，小弟替你做大媒，也得替我来做媒，弟子千金哪一位？就是我家小姐妹，不知两兄可惜救美君也有几岁，他与我同年啊，乃是上高配。救美与你可相像，他平貌就像朱英台，弟子人不肯不
来。
嫁，为何不嫁？女儿要侍奉弟弟，终老一生。哎呀呀呀，英台呀，为母一和尚杀得你离开西厢，怎奈女大当家务。
旨。是。有请两相Thank you.
老人大欢喜，你不也太满足所以求美，求美，哎，是啊。
了大家庭，我与两兄难争了土地的因公马家子，
为娘为玲玲，不知应得他来不来？他不来吗？母亲，你可曾对他一家三百平日高阔，这就见他一面，谁死不好？我也曾如此商量，怎奈应奈他已是马家的臣了。他竟书信一封，请示一位，就为娘代为一位儿平中相同。Yeah.
是三辈应天，你到妈的家里走，可怜孩儿你不知三辈娘啊，孩儿儿与他谁
楼台相会，鸟啼乍此为花自万平的梦碎，两兄好恨命不
娘子
Thank you.